烟盒喝酒，看着饭店炸着苹果老是美，今个咱也试试炸药。先跟没事根上就着苹果给它掰成一段一段，掰了个咱这淘菜神器拿出来，给苹果割到点给它淘洗干净，淘净给这水给它挤净，割到盆里可要公鸡蛋，整点盐用我这右手给它软匀，再兑点干淀粉，弄手软软，叫它都能沾上这淀粉。汽油烧锅，筷子往里一戳，冒大泡，这好像都是卤鸡翅油热。这时候给这苹果兑到里头，兑这时候你小点心，找着嘣一下绷住你那爪子，砸定型给它和搅开，砸边塞捞出来，油再烧热点再炸一遍，炸它个5-8-30秒到钟，丝毫大不急一下炸成黑卷卷。炸黄酸脆，赶紧给它捞出来，撒点咱这孜然烧烤料，拌匀，么这不是都妥啊？你都说这美不美？美了你还也整啥？赶紧照着屏幕对一对。